想吃葡式蛋挞，不要再去 KFC 啦，自己在家也能做，健康又美味。这款大师小点的蛋挞套装配料表简单干净，零反式脂肪酸，零添加香精，零添加防腐剂。解冻后取出蛋挞皮，蛋挞液只需到八分满。烤箱提前预热五分钟，上下火200度烤25分钟。不是所有蛋挞都是零添加，这款零添加蛋挞原材料选用的是黄天鹅可生食鸡蛋，吃起来没有蛋腥味，塔皮酥脆，塔心香甜不腻哦。